闪现图斯冠，你不齐相位置吗？那李宗南，李宗南这个时候找到一次机制，难逃一死了。就是我刚以为卡莎有闪现的话，应该是都走的，但是第一时间也觉得急着。哇，闪到两人一耳连招，正面的话带回来的是一个 wink， 而且是开大的牛头，完全被我们泰斗的作用。对面双子塔，现在开门牙了。是的，双塔正要掉一手波，现在也倒是后光了，闪现来踩到两人，踩到了一个复活甲，后面还有一个金身在，这边后仰还跟牛头在说的缠斗，闪现往后走，快复活起来，直接见掉。卢卡这个位置感觉有一定的机会，让我去蹭下来，这边打了一个压，千块收到手，而且阿莫去唱死两位，底下二十在往后走，拉开了一个位置，寻梯去上路，想寻求一波吗？ 疯狂的 A 这个二塔，这一波线只要用先驱扛的啊，卢卡现在眼里只有这两座塔。Solo Q， 终于是匍匐回到了正面，图斯快递拉开了小窗，要是够吗？后续再看看。要活了！一出来，出来，没有线。双子塔要掉了，双子塔掉了，又开始击杀敌人，闪现的来，呀，要防守啊！但是后面李兄弟站起来打不过来，这边还要打一波，带走了又拆开了，这个基地怎么说？基地摧毁了。 好像是一空压给A掉了，哇！TT三三杀，有个直接结束了比赛，双子与TT的总胜2-0，TT还没有退出，A 组出现名。